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88面，388面第二行，从诸难这看起。前面我们学过三苦、八苦，现在看八难。诸难之八难，为见佛闻法有障难，又名八无暇，无有闲暇以修道业也。在大乘法里面，难是灾难，最严重的灾难，最大的灾难，不属于天灾人祸。今天社会动乱，地球上灾变频繁，许多人惊慌失措，这在大乘教里这小事，真的是所谓鸡毛蒜皮小事。那什么是大灾难？众生在世间没有机会见佛闻法，这是无与伦比的大灾难。为什么要这样说？那我们要想到佛在经典上常讲的两句话：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不闻佛法，那就遭了大难了。因为佛法能帮助我们了生死，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这个利益在世间，在设法界无比的殊胜。诸佛菩萨在人世间示现，从来没有间断过。得人身不闻佛法，那真叫遭难了。佛菩萨慈悲，六道里头无论哪一道都现身，慈悲到基础啊。但是人道闻法修行正果最容易，这就是人生可贵之处啊！其他道比人道难。可是现在这个世界变了，变得太离谱了，变得不像话了。现在我们常常听到
鬼道闻法修行呢，比人道容易。畜生道闻法修行也比人道容易。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话就很不好听了，人不如鬼了，人不如畜生了。啊，这个经是世尊3000年前所说的。啊，他是为人说的，不是为鬼畜生说的。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见佛，佛不在世了，能见到佛像，能听到佛菩萨名号，都是有福之人。没有福的人，他这一生当中见不到佛菩萨的形象，也听不到佛菩萨的名号。这个话也是真的。这个事情就在眼前。我们居住在这个小城，在这个地方10年了。诸位在小城到处走走，这个小城有多少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听到佛菩萨的名号，净宗学院在这个小城10年了。每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举办温馨晚宴，啊，免费供养，啊，接待来学院参与的朋友们，他们有福，到这边来了，见到佛像，听到佛名，所谓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小乘人有福啊！10年没间断，啊，所以这个小城看见佛像的人多，听闻佛菩萨名号的人多，啊，还有少数经常参加我们的早晚课。啊，到学院里面来做义工，从大乘法里面来说，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思议。那么闻法，见佛闻法有障碍，这就遭难了。啊，障碍从哪里来的？很多，因素很复杂了。
归根结底呀，问题还出在自己本身。本身是什么？过去生中如果遇到了，毁谤佛法，障碍佛法，搁着过去造的因呢？啊，这一生当中果报就现前了。于是我们知道，是这一生我们造的因呢，来生后世肯定这个果报现前。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见佛闻法能生欢喜心，能生恭敬心，进一步能护持佛法，这人福报不得了啊！啊，那福报就太大太大了。啊！诸佛菩萨大彻大悟，觉而不迷了。他们出现在世间，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绝大多数都是事先出家修行。开悟证果，都示现这些样子给我们看。啊，我们看了之后明白了，觉悟了，啊，依教奉行。啊，尤其是无比殊胜的因缘，你能够遇到净宗，你能够遇到无量寿经，这个才稀有了。啊，无量寿经到今天，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本子。啊，老居士什么人？有通灵的人告诉我，下莲居老居士是普贤菩萨再来的。啊，真假不论。细心观察下老居士的生平，用十大愿王来对照，他像不像？如果有几分像，至少他是学习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有51个级别。摄信普贤菩萨，摄住普贤菩萨，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52个位次，那我们就可以说，肯定他是普贤菩萨啊！但是在哪一个等级，能汇集这么好的本子，流传给后世？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这么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等觉菩萨。啊，不敢说妙觉普贤呢，至少是等觉普贤。
我们对这个老菩萨要生尊重心，要生恭敬心，来学习。究竟是什么人，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面就知道了。在这里不要胡猜，不要胡思乱想。在这个地方，这一些祖师大德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明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别人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决定不能障碍他。为什么呢？你要障碍他，自己将来生生世世就有人障碍你闻法见佛。但因果报应嘛，看到人做坏事，伤天害理的事情，可以障碍他，让他不要成就。他做好事可不能障碍，决定不能够嫉妒障碍，做好事要随喜功德，他做不好的事情可以障碍他，要懂因果，你就会修行了。不懂因果，你不知道啊。那么今天佛法摔到基础了。从什么时候起？找因呢？起因在哪里呀？我读前清人的书，像曾国藩先生，曾国藩先生距离我们现在200年，对，200年前，那个时候。正是慈禧太后执政，慈禧太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藐视佛法，藐视中国传统的教育，这中国古人常讲啊，上行下效啊，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不尊重。对佛法轻视了，下面的人就效法了，对佛法尊重的心啊，渐渐的就降温了。到民国年间，崇尚西学。外国人侵略中国，看到人家先进的武器，坚加利宾，满清不堪一击，所谓许多读书人误会了，认为中国衰弱的原因是传统文化，
是大乘佛法啊，所以把这个都看成迷信，破除迷信，不要佛法了啊，去学西方的啊，这是中国现前社会动乱的因素啊，这个罪造得可深了，造得太大了。啊，历代帝王造重罪业的，多半都在地狱。啊，我们细心去观察，一个是开国的帝王，杀人太多，杀业太重；一个是末世皇帝，啊，这一头一尾，业障深重。不值得了啊！他们有大福报，没有智慧，所以才造这些灾难啊，造这么重的罪业，要受三途苦报。八种无暇，无暇就是没有闲空的时候，没有闲暇的时候，他忙着在造业。不知道修道啊，世间圣贤大道。啊，如果能修世间圣贤大道，果报是人天福报，啊，也算不错了。但是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人天福报是无常。人不能出轮回，就免不了受苦。啊，下面这个八难，前面三条就是三恶道。啊，八难者，圆中超越，这游戏大师说的。第一个是地狱难，堕地狱就遭难了。啊，为什么呢？地狱之中，长夜绵绵，受苦无间，仗于见佛闻法。这四个字重要，见佛闻法。学佛的同学，现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进步，非常方便。佛像不能离开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身上带佛像。旅行啊，住在旅馆就把佛像供起来，你常常见佛
啊，经本展出来，早晚在佛前面都有不行。啊，念一部《无量寿经》，念一部《弥陀经》，多好。啊，我听说东北的同学，从今天开始，啊，一个月，啊，今天是农历十五，每个月十五，大家在一起念一天一夜的佛号，24小时。啊，一个月一天，24小时佛号不间断。啊，念佛号之前，最好念一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经文长，念一遍大概1个小时，目的在哪呢？把心定下来，这个很重要。24小时，佛号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功德好大了。如果一个月两次，你就选初一、十五，啊，用这个两天，一次用十五也可以，用初一也可以。啊，以这个念佛功德回向给全世界的苦难众生，回向给地球，啊，希望地球没有灾难，希望众生能离苦得乐。这个心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的，啊，一生都不中断，好啊！有同参道友，大家在一起念；没有同参道友，是一个人念。啊，等于一个月闭关一天，念佛的这一天，一切放下，啊，电话也把它拿掉。啊，手机关掉，不要有任何打搅，这个方法好。啊，今天这个大灾难，怎样才能够化解？怎样才能够消除？唯有念佛，念佛要会念，一定要遵守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原则，度摄六根，净念相续。啊，度摄六根就是万缘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法，言不见而不闻。24小时只有念佛。啊，准备一点点心，放在旁边，肚子实在饿了，吃一点。啊，在念佛堂念佛，保持不饥不饱，啊，吃得太饱昏沉，会打瞌睡。啊，如果是饥饿，他会发慌，他念不下去，他精神定不下来。啊，所以保持不饥不饱，哎，有一点饿了，
吃个小馒头，啊，喝一点水，啊，24小时不睡觉啊。啊，人多在一起念，必须有一两位护法，啊，在外面照顾的，避免别人来打搅。像闭关一样，有护关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如果各地净宗同学都能采取这个方法，这世界有救了。连科学家都懂得，集体的意识能量非常大。啊，净宗同学这种集体念佛的善业，能抵消恶业，能化解灾难。啊，我们的真干。决定公布唐娟的，地狱难不说地狱苦难，他说地狱没有见佛闻法机会，这个难太大了。啊，地狱苦不算灾难。佛菩萨看得真啊，看得切，凡夫不懂啊。修福修慧，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比得上念佛。这一桩事情没人知道，也没人讲，但是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无量寿经讲的变数尤其多。啊，我们念经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念过，没有认真去体会。啊，地狱苦，诸位去看《地藏经》。啊，我们学院的同学编了一部《注经》。佛说地狱即要啊，这个里面有25部经论，佛讲地狱状况讲得很详细，特别是因果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地狱，佛把因讲出来了，你造什么业，就变现什么地狱。给诸位说，地狱是没有数量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为什么呢？它随着心在变，不善的心。啊，那换一句话说，每一天都有新的地狱出现。那你不同的念头啊，就有不同的地狱出来呀。啊，古时候没有核爆的这个地狱，现在有啊。
古时候没有生化地狱，现在有啊。啊，那我们就能想到啊，现在这个妇女堕胎，肯定现在地狱有新型的堕胎地狱。你到那里去的话，每天堕胎，一天堕1万次，就给你受这个罪，肯定有。啊，贤首过失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畜生无尽。啊，稀奇古怪的地狱太多太多了。人不能有恶念呐，不能有恶口啊，不能有恶心呐。你一造这些业的时候，决定就有地狱的苦果报啊！啊，你造口也是有8识地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受苦无尽。啊，这个苦。还不是真的苦啊！真的苦是你不能见佛，你见不到佛，你闻不到法。换一句话说，你往生做佛的这个缘没有了，断了。不闻法，永远迷惑颠倒。啊，佛出世，像释迦牟尼佛出世，对世间人最大的恩德是什么？不是身教，身教他死了之后就没有了，只有当事人得利益，后世人得不得利益？给出是言教，这些经典流传到后世，世世代代人都能够见到，都能够读到。这是佛菩萨出世第一功德了。印光大师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四众同修的供养，他全部拿去流通法宝了，都去印经书去了。啊，经书是主要的，第二是善书，全善。啊，劝善书里面，他印的最多的，这个老和尚啊，三种。第一种《了凡四训》，第二种《太上感应篇汇编》，第三种《安思全书》。我是1977年第一次在香港讲经，啊，接受香港这个出家的法师跟居士们，啊，邀请我到香港去讲《楞严经》。那一次在香港住了4个月，住在谭旭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啊，这个里面
收藏了相当完整的红化社出版的《经论善书》，就是印光法师的。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所以我们跟印光法师就有了关系了，有了亲密的关系，对祖师有深厚的感情，对红化社的书也特别有感情，我很细心去翻阅翻这些书籍，看到版权页里头所印的这三样书。我概略把它统计一下，超过300万册。在那个年代，这么大的数量，我们都呆了。印光大师，这三样书为什么印这么多？1977年那个时代，比现代的人心醇厚的多，善良的多。印祖当年在世的时候，这是抗战期间的，人心更是淳朴厚道他老人家这三种书印那么多，我们想不通祖师的用意。现在呢，完全明白了。劝善救世这三种书虽然不是佛书，它是佛法的根基。三种书都偏重在因果。《了凡四训》讲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感应篇》完全讲因果，《安世全书》也不例外。前面一半文昌帝君印之文，后面万善先知是劝戒杀的，讲戒杀的因果。欲海回匡是讲邪淫的因果，最后一篇分量不多，悉归至止，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因此赞叹安世全书。周安世居士编的，称为近代100年当中第一奇书。这个奇是稀有难得。一般在家学佛，能够依照这一部经去学习。决定小业障，决定正福慧，决定得生净土。我初学佛的时候，欢喜读读不厌。
啊，华藏图书馆成立之后，我们对这三种书都大量的印送。啊，我们看到印祖当年在世，先后总共印了300万册。啊，我回到香港就把这三种书也每一样用印5万册。啊，而且这三样都讲过。学佛同学，总要常常记住，见贤思齐。啊，看到好人好事，一定要效法，要跟进。啊，看到恶人恶事，一定要回避，不要放在心上，也不需要去议论。啊，学佛的人。引恶扬善，啊，帮助造作一切不善、造作罪业的人啊，回头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他做错事情，他受了些果报、苦报。啊，只要他能够忏悔，知道自己错了，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啊，罪恶极重的，造成200年后。今天社会动乱，世界灾变，啊，慈禧太后要负责任。他可怜的，他在地狱啊！没人救他。造的罪业太重了，就太过分了。啊，那我们想到《无量寿经》上，阿弥陀佛的心是一切皆成佛，真是大慈大悲。与一切众生平等摄受啊！啊，所以我昨天想到，要为这些人立牌位，在我们这个道场超度他们，啊，帮助他们回头是岸。第二个呢，出生道。啊，出生难，这八难，第二出生难，出生道中，受苦无穷，也是仗于见佛闻法。啊，称出生难，是因为他有业障。他没有办法见佛闻法，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赞成佛像啊，建立在院子里。啊，有人送我一尊，
观音菩萨像很大，我把它放在深圳向霞丽那个道场，在院子里面做一个亭子，不要让菩萨了淋到雨水啊，所以做个亭子，菩萨像在当中。好像是三面观音啊，见到外面什么呢？这小鸟啊，小野兽畜生道它能见到，恶鬼道也能见到，方便了。道场里面呢，这恶鬼道要是没有邀请他，他不敢进去，有护法神。他进不去，这佛像供在外面，他就能看到了。而且佛像看着建在外面，一般外头来来去去的人啊，看都能看到。只要看到，他印象就落在阿赖耶。就给他种善根了。所以现在有人提倡啊，在这个寺庙外面，高处建立大佛像，也是好事情。我们也不反对。普度众生吧，让一切众生有机会见佛闻法。闻法现在很方便的，特别是在有佛像的地方。我们用扩音器，不要用电视，用扩音器。播放讲经的 CD 录音带，听到声音这个方法好我们现在自己树林里面我们有很多果木树树林里面菜园里面我们播送佛号就用念佛机来播送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些小虫小鸟这些畜生都有机会能闻到他不能听经，佛号比较容易。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号，好事情啊！就常常想到为这些苦难众生，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们？他们知道感恩的。现在帮助人，人不知道感恩。我们知道这是畜生恶鬼懂得感恩。给他们大家结个善缘，这好事情。畜生道，堕落畜生道的业因，第一个因素愚痴。愚痴什么意思？没智慧，
不知道真妄，这个宇宙之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不知道，不知道邪正。甚至于连善恶都不知道，更甚一步的是，他连利害都不知道，什么对他有好处，什么对他有害处，他不知道，这真可怜呐！这一类的众生呢，都出生道啊。事出世间法，圣贤之道啊，是真，不是邪，是真不是假了，是善不是恶啊，是真实利益了，对你没害处啊，他不晓得。他误会了，他认为是什么？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这对他有利，不知道那个都是要他命的，都是把他往三恶道送的，他不晓得。当他寿命到了，福报享尽了，堕到三途了，后悔莫及了。堕到三恶道就更糊涂了。恶鬼道的业因是贪欲，贪心变恶鬼，受苦无量。鬼胆小，是胆小鬼。很多人怕鬼，错了，鬼怕人才是对的。谚语常讲吗？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害怕了。你越是怕他，他越欺负你。他胆小，你比他还胆小。他瞧不起你，欺负你，你大声一吼的时候，他赶快就跑掉了。得了解事实真相。鬼是真可怜，真苦啊！是叫恶鬼，因为他得不到饮食。像畜生一样，到处去找饮食，找不到。还有业障重的，叫咽口鬼。找到了，他到嘴里面去了，他里面冒火，把它烧掉了，就吃不到。所以鬼道是多半都在饥饿之中，就称他做饿鬼。业因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贪欲没有止境得这样的果报。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知足常乐，要知止。中国古人讲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律，那个律是智慧，就智慧在开。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精神的方面，都要明了一个道理，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分。
那太过分，你看魔鬼道里头就受苦无穷，受苦无量，这就是他太过分了。啊，地狱道的是嗔恚心，太过分了，怨恨、嗔恚啊，不平。这前面介绍的是三恶道的难，第四长寿天难。为此天，以五百劫为寿，即色界第四禅中，无想天也。厌无想者，以其心识不行，如冰雨之虫。外道修行，多生其处，障于见佛闻法。啊，还是这一句。说他遭难了，就是他不见佛不闻法。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虽然得人生，如果不闻佛不见佛不闻法，那也遭了难。人世间的大难啊，天崩地裂不是难啊，不见佛不闻法是大难啊，见佛闻法如教修行呢，真的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天灾人祸都没有。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没灾难？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整个极乐世界的居民天天都在学习佛法，天天见佛是天天闻法，所以它叫极乐世界，它没难。阿弥陀佛神通广大，极乐世界那些诸众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也不相上下，他们有能力天天跟阿弥陀佛见面，阿弥陀佛能现无量无边身，他们每个人也能现无量无边身。啊，不但亲近阿弥陀佛，同时可以亲近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你说他有多乐？啊，所以八难里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见佛，要闻法。啊，不见佛，不闻法，你这一生叫空过了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了，难闻是机会不容易。啊，现在的科学技术帮了我们这个忙，啊，我们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网际网络，利用现在的这些光碟，啊，让我们天天有机会闻法。
这一桩事情在30年前做不到啊！科学技术发达，这30年之后啊，30年前虽然有电视，成本太高啊。啊，现在进步了，成本是大幅度降低了。普通一个道场都有能力建一个卫星电视台，啊，建网际网络更是轻而易举。啊，那么由此可知，今天修第一大福报的人是什么？什么人？学习讲经教学。这是世界第一等的大福报，福慧双修啊！你今生肯修，来生的福报就现前了。啊，来生福报现前是个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享福往往就忘掉了。啊，最大福报是做帝王啊！啊，如果是开国的帝王，是末代皇帝，就免不了造罪业。啊，福报是享了，果报在地狱。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修福就不能不修慧，一定要慧超过福。为什么？不迷呀，不造罪业呀，不堕三恶道啊。不造八难呐、这就是修慧比修福还要重要。啊，遇到这个缘，就要把它抓住，那你就是真有福报的人。啊，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行业都比不上教学。你看，诸佛如来、祖师菩萨，都干这一行啊，生生世世。乐此不疲呀！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体会到了，就应当要效法。念念为苦难众生，念念为正法救助。没有别的念头啊，决定没有个人的名闻利养啊。我这个一生早年在各处讲经，那时候没有摄影棚，你请我讲经啊，讲经圆满的时候，大众的供养，我全都送给常住，我一分钱不带走，所以法缘好啊。
每一个道场都喜欢请我讲经，为什么讲完了有收入啊？都是他的，他们知道，他不带，我不带去的。法缘好是这么来的，不收皈依弟子，不要钱。收皈依弟子，那个道场的主人呢，慌张了，我的信徒被你拉去了。我信徒口袋钱都被你拿走了，下一次再不请你了。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到你这来的时候，来这个应邀讲经。往返路费你送给我，常住送我一个红包，往返路费我接受，我接受常住的，不接受信徒的。信徒有皈依的，全部皈依常住的住持老和尚，他高兴了，我们也非常高兴。你是这个地方人，应该护持地方这个道场。我们是外地的，尤其我一个人，我没有道场，所以我不需要钱财来维护，没道场。一直到老了，现在还需要道场吗？不需要了。最近在香港有个居士送我一个小道场，像土地庙一样，很小。大概那个道场就像我们摄影棚这么大，整个面积就这么大。我很喜欢。有三个人护持够了，什么心都不要操了。这个道场是有一半是两层，另外一边是一层，老房子。主人告诉我，一层的那一边90多年了，两层这边是后建的，70多年了。我本来想拆掉重建，他不要拆。这个房子老建筑啊，真材实料，很土，但是这个房子冬暖夏凉，人家太好了。把它重新修理修理，我下一次回香港就可以到那边去住去了。它有个小院子，院子现在都种菜，不大，大概和中国三亩地。种菜的面积应该差不多有二亩地的样子。我喜欢这个地方，可以住三四个人在一起休闲，小茅棚大道场为什么？我们里头有网际网络。像摄影棚这样讲经的时候，播出去不就大道场吗？小茅棚大道场，所以我85岁了，郑重给大家这个宣布，我不再做任何事业了，
啊，连国际上和平事业我都不参加了，任何活动都不参加。啊，住茅棚跟闭关是一样的。澳洲伍兹贝的，我对你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10年之后，你们有开悟的，有正果的，你们不辜负佛菩萨，不辜负这个道场，栽培你们。啊，如果再像过去10年混日子，你们的问题就严重了。啊，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必说，你们心里都有数。所以这边我还是会来照顾你们。啊，另外一个马来西亚，啊，香港。我讲经的处所就这三个地方，其他地方哪里我都不去了。啊，国内从前赵普老总是希望我回去落叶归根，现在我知道了，我没有指望了，我对这个心已经死掉了。啊，我不可能再回去了。国内如果有人用我的名义化缘，全是假的。啊，希望同学们要明了，不要受骗。啊，用我名义在国内化缘呢，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很多。啊，以前叶局长跟我谈过，他说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他这个事情他们政府来处理，我很感谢他。啊，叶局长。也高升了，现在的局长王局长，我跟他也很熟，啊，我们也多次见过面，啊，85岁不能做事情了，现在就是一桩事情，我跟大家说得很明白，我也不愿意见人，啊，让我晚年时候清闲一点。我每天希望还能够读4小时的经，还能够讲4小时，我就很快乐了。啊，不要再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精神。啊，大家希望我留在这个世间，我多跟大家一点分享。如此而已，我不要大家给我一分钱。你们到这边来供养，全部是供养常住，供养我的，我也都交给常住。啊，不必转手嘛，麻烦嘛，直接交常住多好呢。啊，所以不必交给我，我什么都不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希望你们念佛，希望你们将来都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就又碰到了。哎，那才是好事情。啊，千万不要搞三途八难哈，那就可惜了。啊，那个路走不得了。啊，你看这个经多好，讲不厌呐，越读越欢喜啊！长寿天也是麻烦啊，长寿天是特别值无想天啊，在第四禅，四禅有9天。也是凡圣同居土啊，普通四禅天人是前面3天，
第四个就是无想天，第五个以后是无不还天，尽居天人，在那边修行正果的。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三果以上，也就是阿那含，他们在那边修行，修行成就了就证阿罗汉，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了。根立的四禅就超越了，根顿的还要通过四空天，由四空天再超越。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有凡有圣。无想天是修无想定成就的。修成了就到这个地方。寿命500劫。很长了，500劫时间到了，他的定功失掉了，业障现前，又是随业流转。这无想天我们有没有去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去过，忘掉了。六道里头哪个天，哪个什么地狱畜生，我们全都去过啊，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所以到这个人间来一投胎，头昏掉了，健忘，全忘干净了如果你修行能得三昧，三昧现前的时候豁然记起来了过去生生世世虚命通现前吗？你就全知道了那么在小乘修行二果，虚命通就现前了佛告诉我，能知500世，500世以前的记不得，500世之内的记得越往上面去，那境界就越提升。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劫前，生生世世，你全知道。机会太难得了，要好好的把握住啊！世间是假的，世间你也想贪求。你想控制，想占有，无不是罪业。地藏经上讲的话真的，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所以我劝大家，其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心之所思所念，无不是无量寿经。这个好啊，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利益无量无边。为什么不干？还去干傻事呢？希望我们净宗的同学朋友，从今天以后不再干傻事，不再干糊涂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下面给我们解释无想什么意思。言无想者，以其心识不行。
啊，他的这个心识啊，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暂时止住了活动，这就是定。啊，这个定是相当深的禅定。啊，也就是说，什么都不想了，无想嘛，把思想停住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想了，它不是真的定，它不是真的把想灭掉了。为什么？它想无想，它还是有个想，想无想，啊，定在无想里头。这个定功时间是500劫，啊，如冰雨，雨把它放在冰库里面，冰冻了，它不响了。这个河的雨一下把它冰冻起来了，它就好像入定了。哪一天把冰冻化解了，它又活了，它又恢复以前老样子了。啊，确实，啊，这种方法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已经了解了。治虫，冬天小虫过冬天，他也把他的这个精神受想行识也统统停止了。看的样子好像是死的，并没有死，活的。啊，所以到春天雷一打金枝，哎，他又活起来了。好像睡醒了，啊，退回去了，啊，所以无想天就像这种情形，啊，在甚深禅定里面，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全部停止活动，这叫伏烦恼，不是断烦恼，啊，伏住，他有能力伏500劫。啊，500劫时间到了，他定功失掉了，他烦恼习气又现起了。啊，外道修行，啊，这个外道不时批评别人，啊，不是一句坏话。外道在佛法里讲，心外求道。啊，佛门里面的也不少啊，在心外求法，那叫说门里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很多。啊，佛法是心法。所以他叫内修，向内求的不是就往外求的，往外面求不到，外面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连佛都是的，你向心外去求佛是假的，心外没有佛，佛在哪里？佛在你心中。你向你自心里面去求，就是真的。修净土的人要记住，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你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
那这个地方呢，有一桩事情不能不知道，那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真心。我们现在讲的心呢，都是妄心。什么是我的心啊？我能够思想，啊，这是我的心。你能够思想的是第六意识，我能够执着，我想占有，那是第七识。啊，我能够记忆，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是阿赖耶识。凡夫全用的是行意识啊，就三行二意，三行二意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有个真心呢，真心是佛。真心在哪里？不用妄心，真心就现前了；用妄心，真心就不见了。啊，真心就受到障碍了，妄心障碍了真心。啊，所以佛家修学里头讲到最高原则：立心意识。真的就现前啊，心是什么呢？我们讲讲落印象、记忆、落印象，这是心，阿赖耶。啊，意是什么呢？意是莫那，第七识，执着，我执。啊，识是分别，第六意识，立心意识就是什么呢？不执着，不分别，不落印象。那你用的是真心了。会用真心的人，恭喜你。你真的立心意识了，要恭喜你了。为什么呢？你是化身菩萨了。啊，大乘教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就是这个境界，不用心意识。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障时听《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把心意识放下了，不要他了，明心见性了。啊，换一句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还是执着。你用的意，还是分别？你用的第六意识，啊，用的是识，你还会落印象。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阿赖耶的业系种子起现行，干这些事情啊！阿赖耶是轮回心呐、啊，用阿赖耶，你就干的是轮回事啊。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谁有本事能把心意识放下？可以说六道里头人找不到。那真的是真正大修行人，他才能办到。能办到，给诸位说，生死自在了。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迷惑，真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啊，来去自由了。实在讲，就是因为这桩事情太难了，凡夫做不到，凡夫又真可怜，感动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发了一个慈悲心的，建立这么一个道场，来接引大家，帮助大家。这道场就是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叫你立心一时呢？他就用一句名号啊，你只要一心念，老实念，什么都不要想了，就念这句佛号，念久了，心一时自然自然没有就没有了。这个法子高明啊，念到不成功，只要把烦恼扶住了啊，轻轻扶住了，不起作用了，你就能往生。这招厉害呀！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啊！啊，这一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学，真的叫万修万人去。啊，你只要肯相信。啊，任何法门都不能跟他比，因为他太容易了，真正是方便、就近、圆满，啊，可靠，而且快速。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哪有这么容易？哪有这么简单？不相信，所以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就耽误了。你真的相信，真的明白，啊，真肯干，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万修万人去，啊，那真正的障碍不在外头，在自己。啊，第一个大障碍什么？舍不掉这个肉身，总认为这是我，这不是我，不是我以为是我，这大错特错啊！啊，我放不下了。阿弥陀佛，你看他怎么叫我们把我放下呢？他就叫念佛。啊，一天到晚念念不离阿弥陀佛，把我忘掉了。阿弥陀佛出现了，阿弥陀佛就是你的真心，阿弥陀佛就是你的真身。你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去了。阿弥陀佛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啊，像我们地球上这些人类用一个人做总人名号，啊，说人，我们都是人，总名号。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我们不能不相信啊！啊，不相信这个机会失掉了，太可惜了。啊，学了佛了，还在心外求法，你说你冤不冤枉？心外求法人很多，
为什么？它没有深入经藏。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对我们的帮助大了。经称之为宝啊，宝都不要，你还要什么？这是法宝啊！佛在世，佛宝是第一；佛不在世，法宝是第一。从法里面认识了真佛，离开法，你不认识佛。所以无相天也是障于见佛闻法，这叫难啊。第五个白居罗众就是玉山月他也是遭难。梵语玉山月华严圣处这是梵文，翻成中国，中国的意思圣处，这个地方很殊胜。殊胜什么呢？为此处感报，胜东西南三洲也。我们也称它做白居罗洲。这个地方的人福报太大了。我们这个地球是南洲，叫南瞻部洲。东西南三洲的福报都比不上他。他那里人寿1000岁，命无终夭，人都健康长寿。寿命不到而死亡的没有。几乎没有。为着乐故啊，着是贪着。那个地方乐，快乐啊，没有灾难的。所以他不接受佛的教化，他认为不必学佛，不必修行，衣食住行没有不自在的，福报太大，这就是佛法常讲的富贵学道难。韦陀菩萨，这是佛门的护法神。你看看寺院里的弥陀殿，上面的匾额常常写着“三洲感应”。那四大部洲不是三洲感应？三洲有佛法，白洲没有佛法，所以韦陀菩萨不到白洲去。那里没有佛法，他是护持佛法的。是以圣人不出其中，就是佛菩萨阿罗汉不到那边去，那边人不相信。不得见闻佛法，这是难。第六种呢，盲聋喑哑难，为此等人虽生中国。这个中国不是我们中华，中华是有佛法的，有佛法的地方就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就不叫中国。
啊，这个中是中央的意思。所以他这个经上这个不是指我们中国这个国土啊，这个诸位要知道。那么这些人呢，业障深重，诸根不具。虽然遇到佛在这个世间，他眼不能看见，盲人，见不到佛像，看不到佛见。耳聋呢，虽然见到啊，他听不见，障碍他修学。咽哑，他有疑问，他问不出来。他没法子发问，这个都是对见佛闻法产生障碍。所以说不能见佛，虽说大法也不能闻，故名为难。这是第六种的。第七种呢，视之便从难。为世间之人，邪之聪利者，也算是聪明根利。唯物但习外道经书，不信出世正法，故名为难。这些人也非常聪明，有辩才。但是他不相信佛所说。多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人死还有后世，这种人不少我要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我是属于这种人。我年轻的时候很有辩才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宗教，年轻的时候在南京念书。我住在我同学家里，我跟这个同学非常好的朋友。抗战期间，我们在贵州同学，胜利之后到南京，我们又同学同班。我们也住在学生宿舍，我住他家里。发现他们家里是多元宗教。老太太念佛的，他的妈妈跟他们兄弟姐妹是基督教徒，他父亲是伊斯兰教，所以我对多元宗教有兴趣，在他家里住了一年，那个很有影响。他们一家三教，所以三教呢，我都有一点皮毛知识。我最欣赏的还是伊斯兰教。因为我懂得他的，佛教老太太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我就不相信了，就不懂了，就说的是迷信了。伊斯兰的五功五典，特别是五典，五典跟中国的伦理是完全相同。到以后我们再晓得。在外国的伊斯兰教没有五典，有五功没有五典。中国的伊斯兰教特别的有五典，那就是伊斯兰教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
啊，跟这个外国的伊斯兰教不一样，啊，它带着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啊，那我这个好朋友，啊，母亲是基督教徒，我们也星期天跟着一起到基督教去做礼拜。啊，牧师很不错啊，也想吸收我，拉我做信徒啊。啊，我要读圣经啊，我在圣经里面去略略的提出，大概好像有70多个问题。我问牧师，一个都不能解答。他说我是魔鬼。我说我很尊重你。但是这些问题的时候，这问题是真的啊！你比如头一个就是宇宙的问题啊，宇宙的起源，照圣经来讲，那也不过就是5、6千年呢。可是这中国考古学家考古我们中国北京人有50万年了，那北京人不是上帝的老祖宗吗？这他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许许多的问题不能解决，这怎么能相信呢？啊，我说我来参加你们的礼拜，参加你们的唱诗班，这些问题不能解答，我不熟悉。啊，什么时候你把我这问题都能解答我了，让我能够接受了，我就来熟悉。啊，所以始终没熟悉。啊，但是我对于这些宗教那些人虔诚，那种善意，我很感动，我很喜欢。啊，所以我不把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不会接受的。啊，以后在台湾，我们那个团体，我服务这个团体，几乎是清一色的基督教徒。啊，我学了佛之后，影响很大。啊，因为我在那个服务的机构里头，啊，长官、朋友、同事都知道我是非常万固的人。啊，很不容易接受啊，这些宗教的，啊，说他信佛了，佛一定有道理，没有道理他不可能相信。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实质变从很麻烦呐，啊，不对佛法不相信啊。啊，说老实话，和尚来劝我学佛，我提些问题把他问倒的时候，我也不会相信啊。啊，不是遇到方东美先生，我绝对不可能去信佛。啊，那方老师问不到他，他样样的问到他，样样的跟你讲清楚啊。啊，那是个真正对经教下了功夫的人。你难不倒他了啊，那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这样啊，相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